接待工作呢，我可是专业的。Hello，几位姐姐好。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您是时光模特队，对不对？对，特别好。特别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叫苏晴，我是一个歌手，唱歌的。然后呢，新闻几位来我们的这个 T 台要走秀，小苏赶紧代表我们的团队向大家表示欢迎，迎接各位姐姐。请吧，请吧，哎。 这个呢，就是今天您几位要展示的一个梯形台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场面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等一下，我们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背景，包括音乐，包括现场的一些灯光、气氛的调动，包您几个就是拿出最好的走台状态，好不好？好。几位有什么需要的，跟小苏随便说。好的。我向总导演反馈一下，我还不是总导演，我的权力有限，我还有个大哥。 啊，陈楚生，各位肯定也知道，哦，太好了，哎，他就是这个今天这场秀的总导演，没办法，因为他唱歌还比我好一点，音色也比我高一点，没办法，我想拿到总导演的权利，我失败了，失败，我也听他的，艾伦，行吗？怎么样？哇，陈楚生。 陈楚生，哇！哎，原来，我叫苏晴，我是一个歌手，唱歌的。